是，一切挺顺利的。谢谢。没事了。又是那个人吧？哪个人啊？那个你在上海报备行程的人呀？不用说，不是了，闭嘴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们现在去确认一下明天生日会的场地。哎，这票务网站也太气人了，到现在还在提醒我参加梁晨的生日会。他不知道我明天要比赛吗？要是运气好，抽签顺序靠前的话，应该赶得上生日会。金队长，靠你了啊！参赛证出示一下好吗？所以我们生日会也是在这边吗？是。哎，这个是什么活动啊？感觉还蛮有趣的。这个，免费试试领奖品，可以今天看一下。怎么了？你好，我们店现在正在搞活动，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吃完指定烧烤，就有礼品赠送的，您可以看一下。真的吗？是的。免费吃？对。小盒子应该会喜欢吧。行吗？你小看我，论白痴我排第二，没人敢排第一。你说的对，走走走，吃吃吃。烤榴莲啊？那个，能换一种食物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店其他东西都已经送完了，现在就只有烤榴莲了。哦，我们这边有可口可乐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您可以自取。我拒绝，告辞。要是吃不完，就 AA。那就吃吧，景队长你来。你先请，别客气。卢景，可乐配榴莲，这个味道。绝了！
陆锦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再多吃一口就真的吐了。那你看看我呢？我现在一看到榴莲我就……好久不见啊，珊珊。是挺久不见的。过得还好吗？还行。是在录节目啊？晚上有时间吗？要不一起吃个饭？啊，珊珊姐，演播厅那边快好了，咱们得赶紧换衣服去了。先去录了。今天就不吃了，改天吧。珊姐，你和梁晨认识吧？你可不可以帮我要一个他的签名啊？不收。